李忠信就是保罗写的信，写本基督相信主耶稣的人出腓立比的地方边的。安样写的？腓立比第一章第一到三十节。爱保罗甲提摩太，爱带出海耶稣救主中的人。李忠信写本基督啥隆重相信耶稣救主的人。也是本日头大力信堂的阿头，甲天主大力信堂的人，初腓立比的地方边的。外头希望世界阿爸上帝，甲主耶稣救主，本日头啥也平安天心，甲祝福日头啥人民义安好心。哈哈，外上到日头啥的时节，外点甘车对外开拜的上帝。爱点多个本日调查隆重，用安欢喜的心。爱按感谢对上帝，准备大日开头多见下，日调查有天数爱传上帝的好消息。上帝当下先开始做了安好的工作对日调查。爱按相信，上帝为做多巡查了工作，多也受救助犯多转来的日子。天初爱应该有安样的思想对你调查，人民你调查隆重有错牙心度。各位，人民你调查也爱听爱接受了上帝教下本爱做的工作来传上帝的好消息。但爱很多辈都见下爱落脚苦欠，人民爱接甲保护给上帝的好消息。你调查很爱天主爱来做了上帝的工作。上帝地用边爱安息你调查，向耶稣救主安息你调查，爱安心笑对你调查隆重。出海两个多个，希望你调进入安息的心，各位进分明确的事情，甲进入聪明智慧的思想。出海安样你调查晓得那只好诶。各位你都变成像甲无缺点，多耶稣救主多进来的时间。爱多个求耶稣救主，本你都啥有本事上多点做出好的事情。就系安样，上帝为本隆重人开拜甲敬重。兄弟姐妹，爱爱你都啥的，俩隆重苦衷发生出对爱耶。其实没见到人听到，各位便相信给上帝的好消息。结果隆重军人将罗马王的部下，甲隆重俩上司的人贬低，爱不听到求，出海人民传耶稣的好消息。各位人民爱落求，初里边的新主人多数变个有信心，变个感觉唔会惊传上帝的好消息。本丹有几下三人传给耶稣救主的消息，人民不甘愿对爱甲人民爱灭乱。基督徒强固丹沙日子甲有安快的意思，基督徒博爱各苦错求度。但系也有别只人传给耶稣的消息，用安静的心甲安好的意思，安样的人要传耶稣的消息。出海人比写上帝甲写爱，人比记得爱要落去。出海人比占个耶稣的好消息，但系唔要做乜爱，凡落个条人传救主的消息，用安快意思，也是安好的意思，爱安欢喜，真实爱要本本安欢喜。人比最重要诶，个救主的消息就传登去。爱地爱要听到评论，出海人民你调查的多个，甲人民耶稣救主的灵魂救爱。对隆重事情爱做出爱，爱真实按希望爱唔要受理错上帝的面前。爱按希望今下爱本本就担枪望拜日将。当阿全生命烦恼很伤也是事，救主本人家敬重多安详。人民是个爱生，我全生命就是枪本救助。各位安心是个爱要实现，人民爱要甲耶稣做一下。
是讲爱买上错了世界行，爱晓做个有作用的事情。但是是讲爱死都过好，准备爱买个也受穷下。上也是死，两种都安好，爱唔知爱托哪只。就系准备你调查，过好是讲爱恨本本错了世界行。就是因为这样我很相信我要本本来是给方格你调查求下来天书你调查今就信心各位今分析相信主耶稣就是这样是说我要分家日下多准来你你调查你调查天出今分析感谢主耶稣最重要的你调查爱上到招定耶稣救主的好消息所以唔知爱晓你到你调查也是唔晓，爱晓听到你到本本及做日日心日志，各位配是强下壮定你调查的信心，找耶稣救主的好消息。你调查爱感，唔莫惊对个调犯对你的人，就系安样个调犯对你的，晓得你调未定受害，但系你调查。每有得救，就是打上帝来的。上帝安好心，依托你调查，唔系单枪晓相信耶稣救主，但系你调查也晓受苦，认为耶稣救主。今下你调查单咩苦衷，也抢爱识经过嘅苦衷，抢望拜你调识看到爱担受苦。到今下你调查一趟到爱恨受苦，人民嘅上帝嘅好消息。